发财！哎呀，碰！佟小姐怎么老给三太太碰啊？还让不让人招牌了？要我说啊，他们两个是串通好了的，一个吃一个捧。<笑>在上海的时候，我手气老好的，越没姐常说我这种麻将新手往往是她的克星。谁知道来到了重庆，风水轮流转，一天到晚的输给她，嫁妆都快输光了。 可见重庆是他的宝地，我看等康昌胜利了，他也不要回上海去了，留在这里当个财主夫人好了。三太太，哟，忘了今天丁主任要来，阿贵啊，哎，侬那趟对上来把他小家用，晓得啦，太太。那个农场带的东西放到厨房了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另外，你喜欢的这个芦苇花啊。 也给您带过来了，哦、真漂亮，太太，插到瓶子里还是蛮有野趣的。嗯，阿贵啊，哎，那个壶帮助太太送过去。哦，好。哎、丁主任给我吧。我来。另外，佟小姐，您要找的东西啊，我也给您找过来了。这个毛笔呢，是上海周虎臣老店的，这个颜料是马头牌的，不知道。 合不合您的意？劳烦丁先生费心了。哎呀，这一共多少钱？哎呦，让您说的区区小事，不足挂齿啊！哎呀，我们丁主任交友广阔，什么新鲜玩意儿都能找到。<笑>你们以后有困难都找丁主任。<笑>愿意为各位效劳。哎呀，我不打了，不打了。今天我们家老爷子啊回来的早，我要早点回去了。 哎呀，那不行！今天说好玩八圈的嘛，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哎呀，我真的要走了。不行不行，哪有这样的？那这账怎么算啊？来，我来不是还赢了四个筹码噻？那个钱我都不收了嘛。要不这样子吧，叫那个丁主任来替我打，好不好？尤太太，你每次都要回家，再账罚你了啊！ 好吧，好吧，那委屈丁主任陪我们玩两圈。好的呀。那么上海木匠阿伟啊。阿伟啊，伟啊。伟啊。好好好。阿贵啊。哎。送刘太太。好。好，你们慢慢玩哈，我都先走一步了。慢走。啊。那丁主任坐吧。哎。太太请。好。刘太太，改天再来玩啊。好好好。太太这边。 哎，三太太，你们家小少爷开车可是长结实了不少啊！刚才我一进屋，撞了个满怀，弄得我现在喘气腰还疼呢。可不是嘛，下个月他就12岁了。老爷的意思是这两年忙着往内地来，没时间给他过生日。再说，二太太去年也没了，没娘的孩子也怪可怜的。 今年给他张罗着做个寿，大家也高兴高兴。是是，这个家里里外外都靠我张罗着。我们家那个大太太，你们知道的，什么事儿都不管。
我一年四季操持着这个家，人手不够，银子也短，这里面的辛苦谁知道呢？六饼，那个三太太，那个小少爷做寿的事儿啊，您就不用操心了，交给我吧。素芬，哎呦，那就太好了。瞧瞧瞧瞧，你们农场来了丁主任，省心多了。哎，舒化农场的大鸭蛋。 是不是要托人情才能弄到手啊？哎呦，你看丁主任，下次一定得给张太太备好大鸭蛋。不成问题。那我先谢谢丁主任了。哎呦，您怎么能谢我呀？东西是我们老爷的，我就是跑腿儿嘛。来，丁主任，说也奇怪，你把农场经营得这么好，我怎么听说还赔钱呢？ 三太太，只要您看看我们农场的飞机飞鸭，您就不会相信这种话了。听我爹说，确实是赔钱的。去年年底分红，我们家也没有分到多少。哎呀，丁主任，你瞧瞧，你必须得把农场经营得有声有色才好。我们童小姐的嫁妆还等着你挣呢。哎呀，姐姐，你胡说些什么呀？ 六条，哎呀，清一色，碰碰胡。哎呦，这可大了！丁主任，你知道他要条子，你还打条子？哎，不是的，我也上听了，这张是四六不靠，没办法打别的牌啊。行了行了，算你的。那给钱吧。 您请回吧。有空的时候发个帖子，邀请童小姐到咱们农场逛逛。她来重庆大半年了，还没去过咱们农场呢。毕竟人家是股东家的小姐，咱们招待招待她也是应该的。是是是是是，是我大意了。您放心，您吩咐的事情我一定照办。那我告辞了。 米道假期好，今朝我被你董老板来寻过我，伊当听到眼风声，伊讲高号头阿拉农场出点工资也发不出来，搿桩事体侬有听丁我有点奇怪伐？我倒没听啥。看来搿就是董老板的意思了。丁主任到阿搭来了半年，没帮阿拉农场赚一分钿。 还克扣工人的工资，我想董老板想趁搿机会拿伊调脱。啊！董老板想拿丁主任调脱，侬答应伊啦？我特意讲，阿拉特丁主任讲的辰光才一年，现在只有半年辰光。再讲丁主任又没做错过啥事体，勿好说调就调啊。再讲了，现在就算想调，我也没啥人选啊。 我看董老板搿人门槛最紧唻，一天董小姐伊拉讲，去年年底分红没分着钞票，肯定是董老板回去帮伊讲个咯，好像阿拉欺负了伊拉一样个。我看丁武宇搿人办事体老爽快个，勿会有问题。哎，侬想，假使农场一到了办钞票，人家一到来送物事，侬也相信伊办钞票？ 闲话是搿能样讲啊，但是辣农场确实辣盖办钞票啊。农场就算办眼钞票，也勿是啥大事体。侬还有交关比农场大的多的生意唻。侬看现在物价介高，鸡蛋嘛2块2角一只，猪肉要14块一斤唻。而且呢，分量也老勿够的，搭眼腊肠子咯、腊骨头咯。 搿全部加起来闲话，比哈市还贵唻。
侬看看阿拉现在有得搿能只农场多少好啊！一年到头，哎，厨房里向搿眼开销用勿着唻。天气好的辰光嘛，还一眼朋友来，划划船，吃吃茶，看看风景，有啥勿好啦？俺搿眼女人啊，就贪图搿眼小便宜。老谢，老谢，上次你说想给你出嫁的大闺女买个镯子做嫁妆是吧？哎，你看我们丁主任给你挑的这个镯子如何？成色很好的这个镯子。是丁主任选的，那我都买了嘛。啊，好，好像他工资的三分之一是吧？啊，哎，对。哎呀，这个物价呀，飞涨啊。明年这个价钱肯定是买不到的。老张，这是你托丁主任买的杨戬。大铺子的东西，货真价实，10块钱。价钱挺准，价钱是有点贵吧，但是东西是要噻。我是要，要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啊，行了，不要的话我可以留着啊。怎么了？坏了，给佟小姐请天王诞了。你这样，你自己去徐府送东西吧。三太太问起我了，你就说我不太舒服。行啊，回来路上别忘了该买的东西啊。哎，好好好，行，那你慢走。哎。接着玩啊！干活是干活，玩就是玩。来，接着玩，我看看谁的手气好。林子，我不打扰你呀，再见。老赵，老赵，来，老孟，你玩，你玩。我不打，我不打，你打嘛？你看，林子，你陪我们打两圈吧。啊，这边，这边，打两盘，给你打两盘。哎，对，我陪我们耍一下嘛。我说行行行。哎呀，恭敬不如从命啊。行。但是咱可说好了啊。麻将桌上没有大小。啊，赢了拿走，输了人命。这里可没有什么主任呐、园丁什么的，好不好？要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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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刚才你们是玩多大的呀？20。20，那咱们就自摸翻倍。要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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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老赵的。老爷结伙，来，丁主任，这是我输的。哎呦，惭愧惭愧。哎，老张，你没输这么多呀？啊？买猪菜的钱。卖猪菜的钱呢？老张啊。我不止一次地跟大家说过，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农场，没有等级，全是朋友；没有主任，全是兄弟。
既然咱们是一家人，我能在乎这点卖猪菜的钱吗？咱们说好了，从今以后，卖猪菜的钱归你们自己，一律不用上交。要得，要得。所以，哎，李会计，来来来，有什么吩咐啊？要去重庆是吧？啊，那这样，那个抽屉里啊有一封给童小姐的请帖，你给她带过去。哦，您就放心吧。好，哎，李会计，一路辛苦，到重庆买点酒喝。哟，您客气客气。卖猪菜的钱归你，那咱们就先收了。要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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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家干啥子？画画噻。画啥子？你看嘛，这猴根儿三角角。哎呀，那个有啥子好看的吗？嘿，你感觉不好看，他在城里头没看过的嘛。哦，走，我们抓你去看一下呗。这个美女，你走冷静跑的噻。哎呀，我们去欣赏一下，看点啥子嘛。你懂都不懂，那个是一种艺术的嘛。看他教我们嘛，那看。你看，还戴个帽子，好洋气哦。嗯，那时候比我们农村那些看起来还顺眼些。还好，还好。您喝汤。嗯。我给您盛。唐小姐，您画那个画是咱们树华农场是吧？是，随便画画。啊，那样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我让人把它挂到我们农场的大厅里边，您看如何？这可使不得吧？哦，您是觉着我们农场比较简陋是吧？那倒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就太好了。您想一想，啊，您自己画的画，挂到自己家的农场的大厅里边，那真是恰到好处，相映成趣呀。那就听主任的安排吧。Yes。近朱者赤，我跟童小姐也说上洋文了。你喝汤，你喝汤。来，泡泡脚，泡泡，泡泡。好，来，睡个觉。好。没想到这位童小姐还会画画呢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上过学的小姐什么都会。哎，主任，你知道吗？嗯。这童小姐好像之前和一个唱戏的人订过婚。但是后来人没娶她，跟别的女人跑了。你听哪个讲的？啊，阿贵告诉我的，他说是童老板故意拆散他们俩的。他给那个人唱戏的人一笔钱，让他离开童小姐。我不担心。童老板表面上很抠门，对不对？那都是他装的。据说他很有钱的，要不然咱们徐老爷也不能跟他合伙呀。所以啊，谁要是追求他家童小姐，他总犯疑心病，觉得那个人是贪图他的家产。哎呀，来，来，捏捏。哎呀，舒坦舒坦。嗯。哦。主任，嗯，我昨晚在徐府听到一些事儿，嗯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吧，我也是。啊，听人说，嗯。童老板跟徐老爷提议，要给咱们农场换一个主人。然后呢？啊，徐老爷气着您，没同意。啊。
你也早点歇着吧。啊，好。是你的好日子，以后要乖啊！这个拿着，谢谢三娘。嗯，去玩吧。太太，大太太那边说头风又犯了，今天就不过来了。嗯。没娘的孩子太可怜了。抽根烟，来，你这点燃有火，您瞧瞧去啊，都看入了迷了，给您点上啊。给我打我回来，边看边抽啊。有些事情我还是想跟你说一说，可今天是鬼公子的生日，说多了怕扫你兴致啊。唐老板跟我谁跟谁啊？但说无妨。我听说咱们农场里的工人把白菜外边的一层剥下来当成主菜，偷偷拿到外边去卖，赚到的钱可没有上缴到农场的账目上。这种事儿，我想就是丁五元，他克扣工人工钱，工人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，一家老小都是靠他们来养的。唐老板，晚上。唐老板，丁主任。以后这些下人做的事儿，你就不要做了，抢了下人们的饭碗，让他们怎么有脸光拿工钱不做事情吗？丁主任，劳累一天了，歇着去吧，以后这种粗活让下人做就好。哎，
我去洗一洗啊。丁先生，您让我好找啊！太太他们三缺一，请您去后院打牌呢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我马上过去啊。主任昨天在牌桌上赢的是真痛快。昨晚的轰炸可了不得，听说还死了不少人呢。这仗要打到啥时候才能完呢？苟且性命于乱世，能有这口气活着就好。丁主任。你可回来了，这一本烂账可怎么弄啊？怎么了？哎呀，还不是因为许家小少爷作寿，这段时间啊，好多人报您的名字，从农场的账上支了不少的钱，这么大的窟窿可怎么填呢？这过两天啊，这个老爷们还来查账，更没法弄了。查多少啊？反正，哎，好了好了，李会计，我们主任在重庆忙这么长时间也累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不是不是。这么大的窟窿怎么填啊？说你笨得不透气，你还不相信？这农场本来就是徐老爷给办的，现在给许家少爷过生日，花了农场银子怎么了？不，照你这逻辑，那开银行的把银行储户里的钱花光了，也不犯法了？我不跟你废话。老贾，哎，吵什么？这是徐老爷赏的。放到账上，剩下的我来想办法。苗灾啊，我的箱子先放下，你去拿你的箱子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先生，吴先生，吴先生，吴先生。
在这里。就在这里，今天我就不走了。不走了？您想想，把这个房子租给我，我爸爸有钱，房租不成问题。啊，好的好的，秦先生到这边来坐。啊，哎呦，看来秦先生是非常的慷慨啊，但是我们也不能漫天要价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大厅呢，我们共同使用，然后单独给您留一个房间，一年一万，一次付清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好，我这就给我爸爸去打电报。哎，那个，秦先生，您什么时候搬过来？现在就算搬进来了吧。但你也没怎么带行李啊。我没有行李，我只有一身的艺术。那你有租金吗？电报。不，那个，您先喝茶，您先喝茶，咱们细聊。唐三和三福，等等啊！不要，我要过牌了哟。没得没得，我还不是下去叫的。拿着摸牌，明白？摸一个，摸不起。没得。好牌。哎，还叫，服了。哎，那个牌是我的。嗯，耶，郭老头啊。嗯。耶耶耶，我看的很好。三番，三番，三番。不行，再打四圈，我要翻牌。来来来。不打了，等会儿丁主任从城头回来了，我们还去上工做会儿样子。我十二个。耶，我赢十个。耶，那啥意思啊？愿赌服输嘛。花生米儿当钱用啊？哎，拿钱来。我又没说这玩意儿钱的，你看。想说来嘛？不好玩，我不玩了。哎，你要是弄弄个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给丁总面子，不要和那种人计较。我跟你说，下回再喊亲戚的打牌，不要喊我，听不得？拿花生米儿当钱用，说出来别人笑人得很咯。走了走了，坐窝了。哎呀，等会儿等会儿。吃瓜子和花生吧。哎哎，那位艺术家朋友呢？哎呦，来了来了来了。我的艺术家朋友秦表斋先生，三太太，童小姐。秦先生，请坐。嗨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多指教。走吧。秦先生是哪儿人呢？啊，这个问题还真是难回答。我祖籍是宁夏，却出生在江南。四岁的时候才回老家，谁知有人给我算了个命，说我待在家里啊，活不长。于是九岁便随着大伯去了北平读书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大伯病逝后，十二岁那年我去了南京，投靠了我那个做官的舅舅。这一待啊，就是十年。后来我想和家里这帮官僚们决裂。就独自去了上海，搞搞文艺活动。这些年，一直游离在全国各地。纵观我的人生，简直是被撕成了好多碎片。到底，还是把他乡当做了故乡。竟不知自己是哪里人了。所以，三太太，
您要问我是哪里人，恐怕我也说不清楚。哎呦，我刚问了一句，就勾起您这么多感慨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这普通人呢，总是会不加思索的自报家门，说自己是哪里哪里人，搞得好像很郑重其事的样子。其实既然出门在外，那家乡和他们还有几毛钱关系？秦先生说的真好，我也有这样的感觉。这几年跟着父亲各处颠沛流离，在来内地的路上，经常在半夜里醒过来，以为自己还躺在老家床上呢。几秒钟后才意识到，哦，不对，老宅子已经被炸毁了。那我现在又是在哪里呢？不知身在何处，一切都不堪回首。知己。哎呀，今天天气真好。童小姐，咱们要去林子里散散步吗？啊？哎，不知密斯童平常有什么爱好吗？啊，写诗作画。啊，随便写写，都是瞎胡闹。我房间里刚好有一些新诗集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可以一同参阅。好啊。Je vous en prie。姐姐，你要去吗？我懒得动，就在这儿等你好了。好嘞，那唐姐慢走。这秦先生到底什么来头？据他朋友说呢，他号称是宁夏第一才子。据他自己说呢，他是全能艺术家，会雕刻，会作画，会作诗，会写小说，会搞戏剧。当然了，这些本事我们是一样没见过。我看他倒是挺能说。是，滔滔不绝，侃侃而谈。丁主任，你觉得这个秦先生艺术家是真的吗？反正他给我们的租金是真的就行了。是这个，你跟那个秦先生混得熟，你知道他是什么来头吗？我知道的也不多。听说他爸爸好像是个财主。哦，照着他爸爸的心意，他应当娶一个门当户对的阔小姐做太太，安心的在家里守着财产。但秦先生想搞艺术才不愿意回家。三太太，你发现了没有？有钱的老子和天才的儿子天生就是对头。老头子也是不明白，等他没了，这点钱还不都是儿子的吗？千真万确。我去加水。不管他是真是假，照我看还是个有意思的人呢。哎，毕竟是搞艺术的，蛮有趣的。秦先生，你为何不问我为什么哭泣？痛失天涯沦落人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今天早上，我从朋友那里接到一封信，得知一个噩耗。我曾经喜欢过的一个人，上个月死了。他是为国捐躯，死在战场上了。那一定是更伤心的事。But you have to trust me.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.
我不知道，我只觉得这几年一年比一年坏，我不相信人生还能有什么好事。你是为情所伤。在上海那会儿，我最想见他的时候，日本的飞机天天来轰炸，根本都不敢出门，所有娱乐场所也都关门了，只得站在自家楼上，无可消遣，隔岸观火，看看飞机下蛋。感情是人活下去的食粮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感情又是这个世界上最麻烦、最复杂、最让人苦恼的东西。所以我认为，人的一生是痛苦的。这位秦先生还真有意思啊。今天丁主任特地给你做了烤鸭，最后你也不吃了。姐姐，秦先生要办个画展，我想资助他。我想姐姐也是欣赏艺术的人，不如赞助点活动费吧。我说呢，看来以后再也不用丁主任来给你送请帖了。丁主任，老弟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老袁，跟滕小姐聊得还好啊？还行吧。丁主任，哎，我们呢，准备办一个画展。哦。这办画展啊，总归需要一些开销。你是从未出点，要不然您也赞助赞助。老弟啊，不是老哥不帮忙，我们这个农场呢是各有分工啊，钱这块主要是归李会计来管。这个李会计啊，顽固得很，我刚才跟他要钱，他不给。是吗？啊，反正他这么做也对，他毕竟是为股东负责嘛。哎，好。李会计这个人，实力可恶，简直是资本家的走狗。哎，罪不责人。刀子嘴豆腐心。刚才我们讲附庸风雅，大家来看看这幅画，画画的人根本就没有扎实的基本功，却想模仿大师的手笔，还没有学会走就想跑，可笑之极。既然秦先生这么懂画，不如今天让大家看看您的画，一定是大师的手笔呀。三太太此言差矣，好的美食家不一定就是好厨子，虽然我懂看这些画的好坏，但不代表我就会画画，更何况我精通的是西洋画并非传统国画，恐怕就不能满足三太太的期望了。但是刚才这个画啊，确实是附庸风雅，无病呻吟。三太太，这秦先生，你知道吗？刚才你说的那幅画，是你的 Miss 童画的。啊？没有署名啊。
冯小姐。刚才那幅画啊，其实画的挺好的。我不知道是初音弥四童的手笔。如有得罪，请多多包涵。你就当我是胡言乱语，信口开河。爬山豆，夜夜长。爬山爬山去看娘，娘又远，路又长。想起想起，哭一场。秦先生念的是什么？看到你，让我想起了自己的身世。小的时候啊，家父找人给我看相，说我八字是属双凤朝阳格，因为缺水，注定早年命运蹉跎，仕途难登，所以我选择了艺术。艺术给了我另外一种眼光，例如此刻，我只欣赏童小姐你的美。这种美，用画、用诗都形容不了。对，根本就形容不了。满意吧？满意。哪幅画是你画？都不是，啊！我的画怎么能摆这儿？我跟你们说吧，那些所谓的革命文学家，不过就是骂骂自己的老子和祖宗，暗地里花的还是老子的钱，还口口声声说要和他们断绝关系。还有那些唯美文学家，不过是打着风花雪的幌子，舞文弄墨的称赞一下自己的老婆、小老婆。各种拼凑，所以真正的文章，不用去写那些男盗女娼的事情，也不用去写那些战死沙场的故事，就能感人。秦先生这么厉害，为何不发表文章和他们比一下？哎，众人皆浊，我独清，只有隐退，没别的话好讲。我不稀罕同他们比。我们这个画展可以圆满成功，要感谢辛勤付出的园丁。丁主任，哎，跑题了，跑题了，跑题了。我们让丁主任讲两句。哎呦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秦老弟呀，你这番话把我吓着了。我何德何能让你来感谢呀？要说感谢，得感谢我们农场的老板们，我们的股东们，是他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场地，让我们开画展。尤其是我的三太太童小姐，你们的大驾光临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抓我？你干嘛？放开我！哎，哎，长官，长官，我是农场的负责人，怎么了？你晓不晓得他犯的啥子罪？你少来这一套。知道我们家老爷是谁吗？我不管是哪个，我只管抓人。你确定抓的是这个人？都是他。好，你给我看仔细了，下回再跟我说抓错了人，我跟你没完。哎哎哎，长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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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辛苦吧，你们辛苦。那个好不搞，那个我弄上去就发生做人的事体，该了的。侬要是讲了，他个种阿哥没我们一道。老爷，侬别再讲我了，我心里想已经老难过了。本来我也不想去，谁是董小姐呀？
伊画了一张画，想去参加画展，自家又不好意思去，非要拉拢我。葛末后头有啥事体，我哪能晓得啦？搿丁武也是脑子坏脱了，侬也坏脱了。阿拉搿农场里赔眼钞票没关系啊，招搿眼勿二勿三个人来，我明朝就拿来关了包。其实丁武宇也是为了农场增加收入，才拿房子租拨别人。现在人家租金也付了，侬再拿人家管了跑，万一弄到报纸高头闲话，不是老难看的嘛？现在发生搿种事体，我搞后头股东大会都开不了。讲到底，搿丁武宇还是我寻得来，一旦大家讨论起来，侬看我搿面子高头摆哪里去啊？啊？侬也真是。敲门。好。今天老爷不在家，二位请回吧。哎，你先拿进去，这是给三太太的礼物啊。阿贵啊，这是给老爷的，你一定要亲自给他，好吧？不好了，老爷们已经决定了，要给咱们农场换个主任。主任你还好吧？没事。走吧。在一起嘞，到张太太的吃晚饭去嘞，快点！哎呦，那个事体忘记得了。走吧。丁主任，您回来了。丁主任，丁主任，我正找您呢。这是你的朋友是个汉奸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怎么可能呀？肯定是被诬陷的。我们老爷说的，他是汉奸罪抓进去的。老哥，这个人呢，胆小如鼠。就算您借给他十个胆子，他也不敢当汉奸呢。这么说，他是被冤枉的？我觉得是。那既然是被冤枉的，你应该救他呀。我有什么办法？你太不仗义了！看来你也救不了我了。您怎么了？您又不是汉奸。我虽然不是汉奸，但是我们农场招了汉奸了。童老爷说我是引狼入室，他要辞我的职。老弟，老哥呀，到哪里都吃饭。问题是，一旦我不当这个主任了，你就不能在这儿住下去了，我们的艺术事业就无法搞下去了。怎么会有这样的无耻之徒啊！老哥，这个农场是我们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。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。老弟，其实我们是在保护艺术。老哥，为了我们的艺术，我们要赴汤蹈火。大家听我说两句啊。前两天的事儿，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。我的朋友被人诬陷成了汉奸，被宪兵给抓走了。可是这件事儿呢，却让丁主任因此背了黑锅。现在股东们都逼他辞职。大家说说，这个是不是欺负人？知道辞职的人是不是不讲道理？不讲道理，知道。别说我的朋友真的是被诬陷的，就算他是汉奸，也不能拿丁主任开刀啊。大家想想看啊，我们为了办这个画展付出了多少心血。一开始该死的李会计不给你借钱，是丁主任带着大家募捐，我才能把这个画展给办成了，才能给农场的朋友们多了一份娱乐。我们艺术团体和丁主任紧密合作，带给大家的都是欢乐呀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，和一切制裁丁主任的行为说不。宁可一把火把这个农场给烧了，我们也绝对不能退出。我们马上派人去放哨，一直放到江边。他们要真的是敢派新主任来，我们就让他怎么走下来就怎么滚出去，好不好？有嘞，有嘞，有嘞。哎，秦先生，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重庆了。我从别人那里听到了秦先生的一些事情，我后知后觉，感到愤怒。比如秦先生如此体面的一个人，跟工人们打牌竟然赌花生米。秦先生号称自己是全能的艺术家，
可是你说的那些本事，大家都不曾见过。前几日，你的朋友在画展上被抓了，秦先生也是不闻不问。我爱的人，必须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正人君子，而不是一个满嘴狂言的小人。你我的缘分就此为止，再会吧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饭都做好了啊！啊，不行，我现在叫人把他拦在外边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你先回避一下，快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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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迎新主任的到来，我是丁武元。啊，您是尤太太吧？快请进，一路辛苦，快坐下休息休息吧。哎，你过来。那个，不用找了。二位的房间呢，已经收拾好了。一会儿您过去看看合适不合适。我们这里的条件有限，还望二位不要怪罪呀。怎么会怪罪呢？我们既来了农场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是吧，大贤？对对对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我们来之前就听说您能干得很。哎呀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，以后还得请您多帮助我们。没有没有，您太客气了。丁先生，哎，关于农场的运营，童老板已经跟我说了一些，但是我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你。要不咱们先用饭吧。就是，难道你现在就要办公不成？李先生，哎，以后得立个规矩，主厅只能办公，不允许做别的事情。哎，要是人想到我们前辈去了，的确，在这里用餐
不雅啊。那行，书生啊，你把行李和饭菜，拿到尤主任的房间吧。行。大兴，停电了。手电呢？谁啊？哎，我公务员。啊，进来吧。哎呀，主任，农场的线路过于老旧，一到晚上就断电。那个蜡烛，添麻烦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哎，那个暖壶，暖壶啊啊，放这儿啊。走乏了，烫烫脚。啊。电房在哪儿？在西头。啊，我去看看。哎，说声，哎，你去啊。不用，我自己去。我先生就是这个脾气，您别见怪。没有，自家人嘛。那行，那您，那您，哎，您歇着，您歇着，您歇着。好，好嘞。消息吗？哦，我去打听了一下，听说这位尤主任是在英国学园艺的，好像是个正儿八经的博士。哦，是童老板跟我们徐老爷推荐的他。是哪家大学的博士？哎呦，名字太长了，我记不住，保不齐是个野鸡学校。还有吗？啊，听说他出国留洋，没带他太太一块去，今年刚回来。哎，要说这尤太太，也怪可怜的。哎呀，怎么来电了？看来这个尤主任，不是野鸡学校的。谁？拉梗！站住！你干嘛呢？第三个。好啊你，偷鸡蛋！跟我走。过来！你给我进来！站住！尤主任，出什么事了？你问他吧。丁主任，我刚到鸡圈去拿鸡蛋，明天早上有那些新主任把我抓到像抓贼娃子一样的。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在来之前算了一下账，农场每个月鸡蛋的产量和卖出去的数量是对不上的。早就听说农场一直有偷鸡摸狗的事儿。夜里偷鸡蛋，白天卖猪菜。今天我刚到就被我碰上了一桩，想必这样的事情天天都有。你去吧。哦。丁主任，哎，你觉得怎么样才能使农场盈利呢？我想跟你探讨一下。这个问题，丁宝也在摸索。那接下来，我决定好好的改革一下，
还希望丁先生配合。一定一定一定，盖哥太好了。尤主任，实实在在的讲啊，我们树华农场表面看一派祥和，风平浪静，其实是问题复杂，暗流涌动。我前边有三位主任，他们都没能使我们农场得到盈利，非常遗憾。现在好了，现在您来了，您是浏阳的博士，无论文化和水平都在我们之上，而且您这个改革的主张更让我们看到了农场的希望。丁先生，您太客气了，我是受了股东们之托来这里工作的，一定要把农场管好。你既然有这份心，我觉得是好的，只不过话说出来容易，能不能做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。当然我也希望我和丁先生都能够先把事情做好，我不会吹牛，也不打包票，所以如果以后有得罪的地方，还希望丁先生海涵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只要为农场好，我愿意为您效劳。哎，您忙。开门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出工？赶紧的！好。还有你们，赶紧出工，快点，快点！也不知道这个饭菜合不合您和尤主任的口味啊。您太周到了。尤太太是哪里人啊？尤主任，辛苦了。我不喝酒。先坐下吧。丁先生，这是给你接风呢，喝一点吧。下午还得工作，酒就免了吧。丁先生，农场交接的事宜，今天可以开始办了吗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重庆那边我还有点事情，恐怕得耽搁几天。那给你三天时间够吗？三天。着什么急嘛？丁先生都说了他有点事情。六天可以吗？六天差不多。那行，那你们先用啊。哎，等一下。那位秦先生并没有付租金，麻烦你请他这周离开农场吧。好的。你们用饭吧。啊，怎么了？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没想到这个新主任这么不客气的赶你走。我不走。他凭什么呀？这还用问吗？自然是因为你没交房租啊。我爸的钱已经在路上了，他着什么急？本来啊，想跟你共同面对这个困难，
帮你渡过这个难关。没想到重庆那边有急事，非让我马上过去。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一个人身单力孤，被他们赶走。不可能，我秦妙斋绝对不是临阵脱逃的人。您放心走您的，农场交给我。我要和这帮恶势力斗争到底。慢点，往前一点，往前点。农场作息时间安排，请所有农场员工6:30起床，7:00上工，下午1:00上工，5:00下工，晚间9:30熄灯上门，门不再开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主任，这是这2天的鸡蛋。多少？1共78个。好。大家注意了啊，栽树的时候这个树啊不能越过这条线。大家都听好了，经过这几天的考察，今天尤主任会重新给大家分配工作任务。我已经把情况都摸清楚了，下面我宣布辞退以下工人：柳四宝、洪小丁、张德顺、赵大强。咋的？你说开除就开除吗？有啥子？丁主任晓不晓得？边间到名字的人可以来李会计这儿领一份补助，这2天呢就不用工作了，但是限本周内必须离开农场。大钱我们不能拿，等丁主回来再说。都是，那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
啥子玩意嘛，呸！我们走。你说算了，叔叔。你们三位去把葡萄枝子全剪了，不打枝子，下一季的葡萄就没法结。限三天内干完。哎，那个枝子啷个个打法哟？我会告诉你们，我领着你们做。剩下的人，我会给你们具体分配工作。 哎，再开除了，我们以后啷个搞啊？哎呀，新过的上班户过节的，我们经理会儿回来了，给我们做主。他凭啥子开除我们噻？那个是新主任噻，来了个事噻，有些事情他是要做个样子噻。那是我开除就开除的。我其实可以给大家出个主意。快说快说。你们可以去找犹太太求钱，让他给犹大兴出点儿边风，肯定管用。哎，反正总个样子了，可以试一下。 要不哈忙哦，我们那个邮政要把开除了，你和我们那三幺六小五小的都来份工作的话，没得饭吃的，你行行好，给邮政说一下吧。哎，别，这个可不能要。白天的事情，我听说了，实在是对不住大家了。我家先生出事儿。 总算在这儿站稳脚跟了，大兴，我喜欢这儿，我们不走了好吗？那抗战胜利了也不走？嗯，不走。这个农场自然风光倒是好，可惜人太坏。工人们和丁先生挺好的。 你就是太骄傲了，他们就像一群没有开化的虫子一样，只知道吃喝偷懒，是最最最低等的生物。我总在想啊，就算我们留下来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我一直认为，这不是一两个人的能力能够做到的，只有历史的车轮无情的往前走，才能碾压出新的时代来。碾压？ 你说的话，我总是听不懂。那几个工人
你一定要开除吗？他们也上有老下有小的，你没犯多大错，何必呢？招人恨。主任，太太，用饭呢。好，您要的资料。丁务员走了几天了？听寿生说呀，这丁务员好几天没有音讯了。许家的人说，他上个礼拜就走了，可是也没见他回来，蛮奇怪的。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吧？谁知道呢？这自己的地盘丢了，兴许啊，另谋生路去了。不打扰你们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秦妙斋你见了没有？没有啊。明天一早你到他房间，让他赶紧走。他在这儿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，十分的不方便。哦，好。来。姓秦的，限你本周之内赶紧滚蛋，不然就叫宪兵来抓你。我是和丁主任签的放租协议，他不回来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刘主任现在很生气，惹毛了他呀，你没好果子吃。那你们有本事就让宪兵来抓我呀！你个疯子你！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，咱们农场的生产状况明显好转，但是偷鸡摸狗的现象还是存在。大家都是拿工资的，并不是白干活。既然东家都给了钱了，那为什么还要偷呢？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必须杜绝。三个月后，假如大伙都能保证不去偷拿公家的财产，并且认真努力地投入生产劳动，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加薪。哎，主任，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呢，很多都是秦妙斋干的。对头，我们种的菜都是他拿去糟蹋的。哟，刚才谁叫我呢？开会呢哈。这没你的事儿，赶紧走。走。新主任来了，风格就是不一样。继续。各位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这里是办公重地，以后闲杂人等不得进入。这个也不是做事体啊，还是应该洗脑去。噶许多工人，哪能好讲事体就事体呢？侬晓得吧？现在农场的主任跟会计，侪是董老板的人。侬要好好叫管管伊拉。搿侬就不要担心了，董老板跟我是自家人，阿拉勿分彼此啊。跟侬是自家人啊？张太太昨日跟我聊天喏，伊讲董老板请伊个先生派兵到农场去捉人，侬晓得伐？讲好的好处嘛，一直拖辣海勿拨人家。
张太太以为我晓得搿桩事体，不小心讲出来了。做啥悔改啦？弄了半天，侪是董老板做的文章呀，阿拉上当嘞！真的有种事体啊？哪能会得是假的啦？张太太亲口告诉我，好吧。本来呢做的是秦苗寨，结果做错他人了呀。我觉着吧，其实丁主任搿人还是蛮好的。侬勿是让伊当个副主任，一来嘛可以跑跑后勤，两来嘛，假使尤大兴有啥做了勿好的地方，伊还好帮伊弥补弥补。毕竟人家丁务员心是强老阿拉的，拿伊留辣海，对阿拉有啥坏处啦？侬讲呢？这次啊，算是捡了一条命回来。咋了？前几天在重庆，我喝了点酒，夜里在回来的船上，不料打起了瞌睡，竟然一头栽进了江里。我在江里头漂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是江边的农民发现了我，才把我救了上来。这船夫没发现吗？可能是他也睡着了呗，是吧？后来为了恢复体力，我在村子里住了几宿。这几天晚上啊，我是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总而言之，悟出了个道理：人这一辈子，命太重要了，当不当主任太次要了。所以这次回来，我是跟你们道别的。不行，不能走。现在我们应该联合起来，把该死的尤大兴给赶走了。这不是要把农场拱手让人吗？不行，老弟，这个农场不是我们的。反正我不允许你走。你太孩子气了。我现在已经搜集到了尤大兴的罪证。什么罪证啊？
快。您聊完了。恭喜丁主任。我何许之有啊？李会计刚从重庆接到老爷们的通知，任命您为农场的副主任，以后尤主任管生产，主任您管人事和财务。丁副主任，以后啊，我还是归您管。丁主任，哎呀，你总算回来了，你在给我们做主哦。都是啊，丁主任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只有遭欺负啊。小唐，不提了啊。我能活着回来，咱们哥们儿在一起共事，我高兴啊。我们主任累了，休息了，你们回去吧。嗯，两队，两队，早点休息哈。对，你早点休息啊。主任，走吧。都回来了，就别难受了。丁先生吗？哎，哎呦，亚太，您可算是回来了。让您记挂了。我从重庆带了一些日用品，想必您用得上，就给您送过来了。哎呦，丁某人受之有愧啊。我家大新还得请您多多帮助他。他那个人，有的时候不是很懂事儿，您多包涵。一定一定。丁副主任，这个就是这个月的账本和采购记录，要不您先看看。明天再说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好。您先忙，我告辞了。你慢走。把那账本拿来我看看。哦。朋友们，我们不能再被尤大兴这样的卑鄙小人给蒙蔽了。现在丁主任回来了，我必须要在大家面前揭露他的种种罪行。第一，他辞掉了这么多工人朋友们，害大家丢掉了工作，没了饭碗。第二，他排挤我们丁主任，害丁主任险些掉在江里边被淹死。第三，是他自己带头反对贪污和偷窃的，对吧？对的。可是他的老婆是这个农场的第一大贪污犯，他偷了大家多少鸡蛋？啊，大家可以去他的盆里数数。所以说他的罪行是不是罄竹难书？什么事儿？不好了，这秦妙斋啊，诬陷尤太太，说是偷了农场的鸡蛋，这工人们都愤怒了。啊？哎呦！大姑娘飘不到长明墙，江南江北。怎么了？你找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鸡蛋啊，你不认识啊？哪儿来的？工人们送的。你说什么？
送的。对啊。你这就是偷啊！我都跟你说了，是工人们送的，我怎么是偷啊？那也不能收啊！我要不收，就跟你一样了。我不能跟你一样，他们会恨我的。你到处得罪人，我得让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起的，这样我就能听你说话了。我都是为你好。什么时候送的？前几天。这些日子你早上吃的鸡蛋就是这个呀，我以为你心里知道的。怎么了？你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啊？就是这个鸡蛋。村委主任竟然干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，偷我们的鸡蛋，大家说他可不可恨？让我们一起把这个该死的刘大兴赶出农场，要不要得？要！打倒刘大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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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更可恨的是，他还辞掉了你们的工作，可不可恨？可恨！打倒刘大兴！打倒刘大兴！想想看，他辞掉了你们的工作，你们以后一家老小吃什么？没得吃的，没得吃的。对头，打倒刘大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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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刘大兴来了以后，我们就都不好过了？对头，怎么办？打倒刘大兴！打倒刘大兴！你们要什么？要吃饭！要什么？要生活！我们要吃饭！我们要活！要吃饭，要吃饭！刘大兴，滚出去！刘大兴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打倒刘大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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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刘大兴，滚出农场！滚出去！滚出农场！滚出去！打倒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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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主任，嗯，怎么样？看到咱们的战绩了吧？我看这个刘大兴还能坚持多久？是不是你有点过分了？这个时候您可不能有同情之心。不是，差不多就行了。他必须得走啊！难道您愿意跟他平分这个主任的职务？您愿意，我还不愿意。来来来来来，打倒刘大兴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干活啊？不可以这么污蔑我，我早晚找他们讲理去。讲理会吃拳头的。还不是因为你偷了鸡蛋。我没偷，我就是为你好。
李先生，。现在事情相当严重。他们真的会打他吗？是的。我们一定想个绝好的办法。你们的主意总是好的。您看这样好不好啊？咱们先不管谁好谁歹，谁是谁非，先把事情解决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啊，您看这样行不行啊？从今天开始呢，让尤先生把所有的事情交给我来做，好不好？好。他这个人总是爱管太多事情了。然后呢，让他给童老爷写封信，就说他病了，农场的事情由我来代理。他最不愿意撒谎了。这不是说谎，这是权宜之计，完全是为尤先生好。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由我来代理两个月之后呢，请他辞职，让他有头有脸的走，面子上会好看一些。他一定要辞职吗？是的。啊，当然，这两个月呢，你们可以住在这里，薪水照开。这两个月他可以从从容容的在外边找事情。你想啊，两个月60天，一个留洋的博士，找一份事情是不难的。又得搬走。我跟大仙一结婚，他就去了英国，等了4年，好不容易把他盼回来了，以为能过上安稳日子了，又得搬走。那就这么办吧。哎，明霞，我对不住你，和这帮乌合之众终究是弄不到一块儿去。我想我们还是走吧。
来，我们把酒端进。恭喜丁主任官复原职。大谢丁主任。丁主任，我们胜利了。酒不醉人人自醉，别说酒话。哎，这个该死的尤大兴啊，终于走了，这事您就不用离开农场了。哎，丁主任，你也要离开农场吗？本来啊是有这个打算，但是一想起来跟大家其乐融融的情形，不舍得离开你们了。哎，主任，感谢丁主任。丁主任在农场，我们才有酒喝，有鸭子打。阿全，接着玩。好，老穆，接着对，来，接着玩。阿全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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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大爽！太牛了！今天高兴，喝了不少。常言说得好，酒后吐真言。老弟，你今天说句实话，老哥这个人怎么样？一个字儿，好。三个字儿，讲义气。其实老弟，我在你身上也学了很多东西，比方说，在关键的时刻。做朋友如何赴汤蹈火，这是我们共同的努力，老哥。老弟，这个吴明义教授你认识吧？啊，咋了？他在江边码头失踪这个案子啊，两个月前上报纸了。是这样，当初学校呢派我送他上船，后来他自己不见了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老弟，你别担心，就是有关系，也没关系，啊，老哥上边有人。干嘛你们？坐。哎，干嘛呀？丁主任，丁主任，哎，干嘛？啊，等，哎，我拿回去一把尾行吗？哎，干嘛呀？哎，哎，丁主任，你快点，看看我们这个景色，在你们大城市是见不到的。丁主任，哎，这是15000的房租。好嘞。李会计，丁主任，林先生的15000的房租哦，放到账上。哦，好。林先生，看看我们这个环境。我们的房间还满意吧？还好，接下来这一年都有打扰。哎，没有。其实您在我们这里住是非常划算的。这个房间曾经住过艺术家，我们的瓜果蔬菜可以随便吃，不是自夸呀，我们的农场可以说是物产丰富，人杰地灵。丁先生，哎，我听父亲说，农场前一阵子来了一位尤主任。啊，怎么我刚从香港回来，他就走了？是，这个尤先生啊，人特别好，可惜了，哎，看来还是我们丁先生能干。哎呀，没有。丁主任，哎，有一件事我没弄明白。啊，你说农场的果子结得这么好，怎么还赔钱呢？明年吧，明年一旦步入正轨了，农场盈利，
我想不成问题。对了，我给二位准备了一点鸡鸭鱼肉，回头让寿生给你们送到船上去啊。嗯，曾太太，那个许老板做寿的事儿你也交给我吧，我给老爷准备了好多好吃的。丁主任，哎，我们童小姐心地特别善良。是是，听说秦先生被抓，在屋里哭了好几天呢。哎呦呦，姐姐，丁先生莫听他乱讲，才是没有的事呢。秦妙斋就是个流氓，被抓了才好呢。嗯，也是。丁主任，嗯，你跑熟了江湖，见多识广，听说新来的住客是上海大户人家的公子。对啊，林先生啊。你去帮着打听打听，咱们童小姐的终身大事还得靠丁主任才成啊。般配不成问题，肯定不成问题。一会儿哟，三月他们是。